我有个问题特别想问，就是有没有哪一次演出经历会让你感到特别的紧张？我有，是哪一次？是我之前参加选秀节目的时候。对，我知道你参加过两次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两次选秀其实大家印象蛮深刻，但是两次选秀应该对你来说这个心路历程是不太一样的，对不对？第一次的话应该是一个初次尝试，然后因为当时也不太懂，自己也不太懂，年纪也比较小当时，然后尝试过之后，其实第二次去的时候压力会更大，因为有目标了，而且更加觉得自己身上有那个责任感、使命感。我不是代表我个人来的，我是代表团体出征，然后所以压力会更大一些，而且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更高一点，因为就会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啊，包括喜欢我的粉丝朋友们啊，也都想看到我第一次和第二次有什么变化，然后这个变化能不能给大家带来惊喜，这样子。第二次就是我不能让喜欢我的这些人失望，是的，所以反而有了动力之后，它其实也是一种压力。对，明白了。